因为他跟他嫂嫂哈，肉丝比较轻。他吃素的，加素哎，哎，其实我也是吃很轻。吃素的话，出门。艺术房啊，你安尼你喝热开水，你不要喝冰的。他没有热开水，他没有热开水。小姐，热开水，没有热开水。感冒吗？对，你泡他怎么泡？没有，没有泡他。我们可以让他那个买时间买过来。没有时间了，生意太好了。所以这种餐厅开还是有人家的特色，没有茶没有开水，人家照样。不是啊，他去叫你买矿泉水。是可乐。啊，对，汽水可对有冰。可乐。有冰块啦。马上有效果。我头痛感冒要喝可乐。行车记录器。他说嗨。他说嗨。说嗨。其实说嗨。很十年后来看这一段，哇。这叫乙烛功，谁有冰块就可以。来，有冰块有。来，我们先。来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啊，生意展成功哈。真的。我们还没过完，我告诉你。明天就是圣诞节，对呀，还好还好，啊，国历啊国历，明天国历，来来，不错，生意不错，啊，我们举杯祝我们的寿星，哎，要套公式，寿比南山，下面一句，福如东海，他们套这一句好了，那个，生日歌就好了，哎。他那边有饭局的，对对对，饭局。有啊，电话来了。吃完饭会来。吃完饭。他应该跟那个谁。喂。好，我打电话给你。他要演达摩。啊，那个很快哦。来，重点因为有我在前面打。真的有这个机会才有办法，大家这样聚一聚。哇，这样你看，我也很久没看到。对，每年来举办一次摄影展。哎，表妹，你说。找赞助厂商了，不然的话。哇，这边好吵，你等一下，我到那边去听。好，你说呢？现在有没有听得到？我在那个锦州街这边，因为那个。房会长那个有一个那个叫人协会的那个会长，他办一个画展，办一个作品展，摄影展。然后呢，我帮他采访，他还送我一个作品。那个作品最起码6000块起跳。对对对。哦，没问题啊。对啊，本来就是啊，帮他多广告啊，那生意才会好啊。哦，然后那个还有办了，只是这一次是人家帮我们付费，那下一次去就要自己付餐费的。哎，付餐费，然后但是他会招待到林口去喝下午茶，那个汉克会请客。所以我会再传给他。然后传给他，然后你到时候看跟你妹妹要是都可以去玩的话，就是反正只要900块两个人就可以一起去了。真的啊。
真的啊？哦 ，OK OK。对啊，就在那么下楼下而已啊，那他居然没有来，而且人家那一摊啊、哦、是全人家钱都人家付的，而且很快五点多就回到家了，哎，所以没关系啊，反正他也不差这400多块啊，去那边吃一吃，哎，然后假设他有闲钱的话，又可以投资这边的啊，这个也算是一家公司啊，然后投看，就是说有增值也无所谓啊，哎，对对对，哎。我这边吃完饭就要回去了，哎，好好，你出来，我香蕉给你，把香蕉给你 ，OK， 好，好，拜拜拜拜拜。嗯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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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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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叮当当当，叮当当当 ，Thank you， 好，谢谢谢谢。上菜吃，上菜，哎、嗯，立式立式立式，立式香皂，立式香皂。哦，真正有水哦，还曲线。哦、嗯，那线条就碎耶。那线条很漂亮，我说。哎呀，我好像搞错，他以为是画的。尤其那个30000块那一次，更容易错觉。对。那错觉。哎，我刚才有行为的画。嗯。要多拿几张的，哎。那你这个可以做好几副嘛，可以做无限复，无限复啦，无限复的啦，哎、欸，可是签名都不一样了啦，哎、欸，整张签名才算啦，没有签名都不算啦，嗯，而且你个无刚刚好日期时间，等于丢在教会的给他，表示哦，捌货人识货者。放起来真的叫视野，我告诉你，嗯，本来是放小幅的啦，装名也装到是说会在，那比较棒，嗯，气势才够，他就两亿收到，马上做，人家下班了叫他马上做，不要，下到这边，两幅了，马上做，我不管了。啊，我没有。我礼拜六开始展，礼拜五晚上才挂杆。他刚刚就从台中挂上，订上来。昨天马上表，早上才去站。哇，厉害厉害！这个速度这么高。里面哦，也确实装明显放到满。哦。大事又大事，他看到人很装去。他真的要跟他做朋友，他看人。嗯，对，他亲自来的，我们已经挂好了，你看，我们已经挂好了，大张小张，各桥，全部拆掉，像墙下，对哦，这样水诶，你讲这样水。他说：“哦，大张的，我有双框小张的，要双的。”没水诶，不急的没水。小学生刚毕业的。重新挂过啊！我咧去就知啊，这个迄个哦，我给挂水的。不然要专业，要专业的人来指导。他平时帮我的那一个人也没有错，因为每个人角度一样，看的不一样。嗯。他这样挂也有这样挂的优点。嗯。层次的，大大小小的，很有层次。然后拆开来，颜色拆开来，哎，深浅深浅深浅，但是眼睛看不舒服。不舒服，对，看舒服就。因为又油画布，又照片，又油画布，又照片，感觉到跳来跳去，大大小小的，他们眼睛是不是拉来拉去，拉来拉去，这样看比较顺。啊！礼拜六有休假的举手。傻西米是素。傻西米是素。吃荤的都喜欢吃的。惊喜耶！哈哈哈哈哈！礼拜六休假。
我喜欢吃饭的，你抓过去就好了。好，那你就知道我内不内行。你很内行。没内行就直接卡了，那个叫做不内行。这内行这样的拉拉咧咧。每天都。我喜欢吃饭，啊，爱较少。真的、哦。嗯，有人不爱吃啊多。我这臭肉夹，反正臭肉夹。哈哈哈哈。我是外行来的，哎，内行来的，我哈哈。要做也少。现在。哇，啊，你这个我好吃。我这个有意见。拍谁啊？我工作快做完了啊、哦！啊，我还拢食一段碗的，好，给。够了哈、哦，好 ，OK， 我爱家己，我家己用。趁机会大家聚一聚很快，不然难得。你是干王子的啦？
王啊，他们要国王。不要，谁不要？你要讲王，只要加一个老，老王。清朝王。修大声，嗯嗯，哎，那闹洞房，对啊，闹洞房不行。看我的摄影功力，当当当！看我的功力如何，哈哈哈哈！我看你那个手臂太小了，屏幕太小，而且没有给这个鼓舞吗？真的，哇靠！下面叫做摄影啊啊！哎 ，OK， 哇，算。啊，我来给你好。哎，因为我有你个人，我来给你。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好，麻婆豆腐还没出来。哒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哒啦啦哒哒，豆干肉丝。哒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哒，哒啦啦哒哒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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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把握机会，一定要跟学弟面对面讲大话。那你怎么没跟你比？我来，我跟你都没有进来过啊。明天我们再跟你们一下。没有跟你说讲说，哎，学弟不在哦，还没进来，还没进来，跟开会都是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
不接了。你给他说这个。对吧？然后我代表啊，最底下的训练的状况好不好？人生哈、人生，这时间过很快的。那你说，你说你走了，我们到。我刚刚看到有人在讲话，你还讲话？讲话讲话。我刚刚直接的。这边还有人，这边还有人。今天回来了，今天回来了。好的，再聊吧。我忘了。对。哦。是吗？他是怎样？帮你成就好了，哎，他们抓来抓去，有谁要加饭的，直接拿出来就好了，哎，不用这。你肌肉
姜可以吃嘛，葱蒜，葱蒜没有，姜可以，只有姜。葱蒜不吃，姜可以吃。姜可以吃，只能韭菜、姜、姜跟辣椒。葱蒜都算荤的。是哦，你是为什么自信的不能吃？不是啊，不要这个，吃药。它适合餐厅。对啊，没有错。是因为它生意好。所以。对吧？它这个生意好是因为风水好。有的菜好，生意不好。对。
我是不相信这个，但很相信。哦，这样。嗯。